只剩下这些老照片陪我一起度过。看着这些照片，我不禁又想起了他们，想起了明斯克战舰，想起了他在太平洋上驰骋风光的景象。而我就属于他的一部分，1072安德烈夫。那是我的回忆，是我刻骨铭心的回忆。虽然过去这么多年，但是他们的身影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，那么近，那么近，他们仿佛在向我招着手。是他们，是他们，是他们。